现在想说跟各位准备哦。首先介绍的是由五年兵班由毕文老师率领的五年兵班，五年加油！那个音乐的。的五年几班，五几加油！现在在行政楼这一侧的是五年兵班，在修德楼前方的是五年级班，两方实力非常精进，加油 ！Never give up。五级加油！进行第二局的比赛。女神预备，在行政楼侧的是我们五年级班，修德楼侧是五年兵班，请加油，撑住，保持平衡，向后倒，加油！恭喜我们五年兵班获得这一次校庆的拔河冠军，也恭喜我们五年级班获得拔河。